安踏篮球鞋轻狂4 Team 值得入手吗？看完这期视频你就明白了。中底为 A-Flash Edge 泡棉，材料调得很软，后跟容易踩到底，缺少回弹，缓震极限不高。43码390克，鞋子重量较轻。鞋面为网纱加热塑材料，鞋面强度适中，有着出色的透气性。半内靴设计也提供了不错的包裹体验。后跟填充适中，但鞋帮偏低，后跟与鞋带孔间距较远，鞋子有不跟脚情况，港宝硬度也比较的软，锁定感较差。前掌采用 TPU 包边和外底上翻，加上一条绑带，鞋子侧面是能兜住脚的，提供了一定的侧向支撑。中足是一块异形 TPU 和 GoZoom 推进系统，鞋子的抗油属性还是挺不错的。最后是一块水泥克星橡胶底，抓地力十分出色。